小强哪去了？同学们好，欢迎继续收看《今天好习惯》节目，我是糖果。今天我们讲特别可爱电脑和网络。铃铃铃！喂，您好，我是糖果。喂，我是小强的妈妈呀。小强这几天放学都很晚才回家，都放学2个小时了还不见回来，我给学校打电话，老师说他也没有在学校上自习。小强放学就走了，没上自习啊？他还没有到家吗？小强去哪里了呢？王小强一定是去胡小丽家玩去了。小强一定是被坏人拐走了。王小强一定是被外星人劫持了。胡小丽家玩去了。劫持了。同学们，王小强放学后神秘消失，他到底去了哪里？这仍旧是个谜。糖果将继续为您追踪报道。你们知道吗？小强是去网吧打游戏去了。可别说，是我说的呀。网吧，老师说了，未成年人不许去网吧那种禁止未成年人入内的地方。我们马上就去网吧，把王小强找回来，说走就走。等等。你能进去吗？哈哈，小童小，满18岁了不？哈哈，进去吧。我真的显得那么成熟吗？哎呀，竟然有这么多的小学生啊！好，我们现在进行暗访。同学，你为什么会来这里上网呢？好奇呀，越不让进来，就越想进来看看。我喜欢在网上聊天，爸爸妈妈天天忙工作，也不在家，没人陪我说话。不要采访我。这位同学居然睡着了。哎呀，走开，别烦我。啊，都是你害的。王小强。哎呀，暴露了。小江，可我找到你了。我们终于把王小江捉拿归案。不，是我们终于把王小江找到了。不就是打打游戏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为什么不在家里或者学校的电脑房上网呢？网吧多自由，没有妈妈在旁边唠叨，也不用受学校老师管制，想上多长时间就上多长时间，想看什么就看什么。上网？报纸上老说上网。什么叫上网？网就是因特奈特，可不能落伍哦。东方打鱼的渔网吗？鱼我不爱吃鱼，刺太多。叮，哎呦！我家里的电脑被我爸爸占了，他成天玩游戏，轮不到我。你们可别说出去啊！妈妈说网吧里面坏孩子可多了，去那里会学坏的。唐老师说酒吧网吧这种地方不是我们小学生去的地方。妈妈经常去歌舞厅参加 party， 听说非常嗨，我也很想去呢。歌厅舞厅是不会让小学生去的，你也不该去。学校的网络会过滤到一些有害的信息，小学生上网还是在有人监督的情况下比较好。网吧里人比较复杂，缺乏管理，环境也不适合未成年人。对于那些一门心思只为盈利的非法网吧，我们必须坚决给予惩罚。这些可惨完了，这些只为挣钱的黑心老板早就应该受到惩罚。以后我还能上网吗？网吧是坏孩子去的地方吗？我们应该在哪儿上网呢？同学们，网吧、酒吧、歌舞厅，未成年人不宜去，只玩游戏不学习，上网目的太单一，沉溺网络伤视力，学习成绩会下降，校内安全用网络，增长知识健身心。好，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哦，再见喽。